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air fiber， 就是无线光纤，等于说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不容易布光纤的地方呢，它可以通过这种微波的方式把讯号打到3公里以外，用1.4G的速度，所以对于不方便布线的一些偏远地区呢，就可以很容易把这种网络环境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 air vision， 就是那个 IP 摄影机。好，就是这个IP 片的部分。那今天最主要的主题是这个地方，就是企业级的无线网路系统。好，那我们称企业级的，因为它就是系列机。那跟我们一般家用的被烫 AD 不一样，烫 AD 就是我们家用型的，就要一台一台去做设定管理。那这种系列机，企业级的系列机的话，它可以自己专门做管理，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那第五个产品是 M5， 就是做一些真实的感测，包括人员的出入、电流的电流的那个伏特安培数，还有整个温度的监控，还有电源的控管，它可以整体来做一个管理。好，所以它有五大生产线。那每一种产品最大的特色就是用地图式的、中央式的管理来管控这样的一个设备。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运营法的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特色。一般市面上的其他产品的新 AP、企业级的这种 AP， 一般都需要一个叫做控制器，就是 controller 来控制所有的 AP。那也需要，当你购买这个 AP 之后，你除了需要购买这个 controller 之外，你还要再付一笔连线授权费。等于说你买了10台，除了买一个控制器之外，你还要付10台的连线授权费。那我们目前这个产品呢，这两个费用都不需要，所以整个建制成本可以大幅降低。那在这个管理上呢，它是属于中央控管的一个部分，可以将整个状态流量在这个平台上全部布满。这个 AP 现在是不是还存活着？是挂掉了？都可以马上知道。那这个 AP 的部分，加上美国的实验室，它已经测到同时接到一个控制器。到5000颗，所以这个 AP 的一个扩展数量一定是没问题。那它就地图式的一个融入制，所以整个装置起来的情形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PoE 供电，你说将来在布置的时候，只要拉一条网路线过来，那它就有电源还有网路了。对于在布线上的一个成本还有一个便利性，它是非常快速方便的。PoE 供电。要看你后端那个 PoE switch 的功能的能力。一般 PoE switch 的话，一般一破它可以达到几瓦？像我们家的这个产品一破可以达到18瓦，所以网路线最远可以达到100公尺的那一种，没问题。Okay. 那 Unify 的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可以无线慢存，比如说可以 remain， 比如说我这个 AP， 然后从这边走到A 点走到 B 点的时候，它会自动跳线过来，但是中间你的设备是不会断线的。好，这是一个慢读的一个收入。那另外一个就是 auto balance， 等于说我们一个区域 A 点，我设定它可以接50个人，那第51个人呢，它会自动分配到下一颗。那如果说这个讯号它附近没有其他讯号，那第51个人就上不来，所以它可以做这样子的。把人数平均的分布到每个一个频宽上。那验证的一个机制的话，基本都有。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校园的一个 radio 时间链资源，在张志国长这边，王老师也跟老师也支持过了，说针对 radio 的一个认证也没有问题。那目前一颗目前是可以设到4个 SSID 一个讯号值，那你可以去限制频宽。所有的 AP， 比如说我们布了100颗，即便布了100颗，这100颗 AP 它可以自动的去 update， 每个 AP 的分位它自动 update， 所以不用每一颗每一颗我们手动去做这样的更新。那用户的话，我们可以针对某些特定的异常用户，比如说它流量有异常，我们可以及时的做封锁。在治安风暴的时候，我们其实能先把它封锁掉，我们再做后续处理，对我们的一个
个自然难度上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啊，那当然其他部分 VLAN 啊，或者是那用一些资源。像我刚刚这个方面的话，这就是国外有一个大地一颗 AP 它的车道已经做的，啊，这是国外的一个数据。那这个 AP 的话，将来不管是布在不同地方，啊，或者甚至不同的大楼、不同的楼层，它都可以以中央共同的方式去看到这些 AP 它目前的状态，有没有关掉了，它的存储状态、流量的这些信息都可以集中来做管理。那我们这个新 AP 的产品跟其他家市面上的产品比较的话，啊，比较有名的是 Corelux 还有阿里巴巴的话，当然以美观来看，因为有些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客户奥迪汽车，它对于装潢就非常在意，也很严谨，它有规定的一个方式，所以它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个装潢的话，那美观也是很重要，更不在外面，对于使用者他不会感觉到有一个奇怪的。第二个，我们价格也会比这些都还要便宜，这样子。那最重要的就是不需要controller， 也不需要你的授权费。这controller的话，待会我们是用我的 notebook， 啊，它可以用软体的方式来做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Unify 产品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在那个民间国中的一个实力，啊，使用的实力，在民间国中的文化专科教师这边，他在上一堂课，啊，那我们这里放了一个 AP。那这个 AP 在上课的时候，首先这里这样画面不知道看得到吗？这个是只有一，啊，只有一颗。那它的流量这里已经有36，所以等于说一颗 AP 它目前在美国都是升到36颗，抱歉，36个的，然后它的总流量达到1.5G，这是比较旧的数据啊，最近的最新的数据是到48台，然后2.8G。好，这是最新的数据，这是在民间国中是实力的一个使用实力。那另外我刚刚谈到的还有一个 BOE switch 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有5port 8port 16port，那现场的带8port过来，它最主要最特别的是它一个不同化的界面，每一孔的流量可以及时的做检测，而且每一孔都可以独立的去开关它的 BOE 电源，等于说我们在远端就可以把这个孔的电源关掉，那等于什么？就是我们把 AP 的电源关掉，我们就可以来做远端的连线。有时候有些事情并不需要真正去考虑它，你可能远端先做一个这个连线的动作，试试看，或许就解决了你这个考虑它的一个时程。好，这个可以解决很多管理上的不便。所以POE switch 的话，一般是加电源出现的话会比较复杂。那如果说用 POE switch 出现，就会比较干净简单。那将来维护会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产品是电源控制场所，它有1孔、3孔，还有8孔。那这些电源呢，每一孔都可以独立做开关，待会我们实际做什么展示。每一孔我都可以让它一直开或是关，啊，那它也可以去做一些设定值，比如说我们每一孔给它一个名称，啊，这一孔是接电风扇的，这一孔是接手机的，接什么的，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称，那我们可以去做设定，做一个排程，什么时候要把什么电源打开，或什么时候要关掉，可以做排程，也可以独立的手动去做开关，啊，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防毒波吗？防毒波。要确认看看，好，那我们直接做实力的一个展示嘛。我们先来看 Unify 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线 AP， 我们线 AP 的一个中央共管的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 controller。那这个 controller 呢，我是用软体的方式装在，将来各位可以装在 server 上，装在 PC 上，或者上都可以。那我们看到它的布置方式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新增我们的一张地图，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平面图扫描起来，或者是建置起来，不管怎么做，那我们可以把 AMP、JPG 这些图片接上来。接上来之后，那有了这样的地图，我们就可以设比例尺，这一段距离的比例尺是几百米，那它就自动会去换算
我们这样一颗的 AP 它可以涵盖的范围，所以将来在布置上就可以这种讯号的范围去做参考。好，那那所以我们在上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 AD 有两颗，就是这两颗。那其他 AD 呢，在闪红灯的这个就是挂掉的。好，所以我就知道，在这边我就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哪些 AD 的目前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回事。那另外一个 AD 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数据的话，比如说这个 AD 它的 IP 是多少，它使用者有几个人连线。那流量多少，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有异常的时候，我们从云端这里就可以知道，就重新启动。如果从这里没办法重新启动的话，那还有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POE Switch。这个就是 POE Switch 的一个图形化的界面。我们现在接了哪几口，每口的流量多少，这个都有及时的流量。那比如说，我把这一口关掉，我就把电源关掉，然后再把电源打开，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去做电源的一个连线的，连多回或 AP 在连多回那个连线的，我们管理上就会很方便。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有多少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连线进来，它是连到哪个 AP？ 比如说这个人。它是得到这个 IP， 它是连到这个 IP， 那这个 IP 在哪里呢？它告诉我们就是这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马上知道什么人连到哪个 AP， 它大概在什么地方出现。那这个人呢，我们可以去给他一个别名，比如说他是个谁，我们就马上知道。将来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奇怪，他的流量都蛮异常的，很大，然后他的活动力又很强。好，那我们可以去特别注意，是不是特别注意，甚至说从这边就可以把它封锁掉，这个人先封锁，那我们再做后续的处理。当然，将来可以把它再解开，好，这个都可以封，也可以解。好，那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流量，好，这个就是每一颗它承载的人数，还有它承载的流量。那每天最高的使用者它流量多少，在这边都可以一目了然。好，所以 AP 的一个状态就在这边去做一个控管。那每一个 AP 就是这样子通一的方式去做测试。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发射的一个讯号值呢，可以去做四组。那比如说我们第一组这是给职员用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它的认证，是用一般的一个认证密码，还是要做这个 Enterprise 的，就是联盟的 Radio Server。Radio Server 的话，就是只要输入这些讯息就可以转到 Radio 去做认证。这是我们的子语，然后你们要去限频宽，这个去做控制。那它认证的方式，然后它的 VLAN IP 是什么，要不要隐藏 SSID， 这个可以去做控管。那如果说是我们法客的部分的话，那法客的话一样，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认证，当然它可以套用法客的 policy。那法客的差异是什么？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他可以去控管我的法客的流量，比如说我的法客，我只给他512K， 我不要给他带刀，那我这边可以去做控管。法客进来怎么做认证？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就是法客的一个 policy 在这边做设定。那设定的话，它这有几个方式哈？那这是一般简单的一个密码。他连线进来呢，我们一次只能给他连线多久，比如说几分钟或几小时，比如说一个小时，那我们就把它关掉。一个小时后他要连，再重新连，这边可以做控管。那法客进来之后，他是要转到我们的认证网页。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认证网页，那这个厂说的他要自己写一套认证的一个网页。如果我们自己有写的话，他可以转到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认证网页。这个是那个法客的一个 policy。 那我想各位比较在意的是这个部分，就是 balance， 每一颗 AD 它可以承载多少个人。那目前它最高一颗建立值是128，当然如果说我们不高，就是无上限，就连到它挂掉为止。那如果说我们要取得一个稳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设定出，大概我们可以预估一颗大概几个人会比较稳定。那这个数字呢，就取决于你看你的使用者大概是在做什么。如果全部都是影音的部分，可能你可以降低一些；如果说只是纯粹上网，那你会增高一些。哦，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那我刚刚讲的一个 Open Update 的分位就是这个，啊，你供所有的 AP 它的分位就自动更新了，不用我们手动一颗一颗去做。那这个灯号呢，它也可以去关掉，啊，因为我们那个灯号它会去做一些闪烁的一个方式来提醒我们它现在的状态，那这个也去关掉，避免说有些学校或者晚上，啊，怎么还有灯在那边亮，会让人觉得怪怪的，啊，特别提醒这样。那我刚刚讲我们地图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张平面图，所以如果其他地区、其他栋、其他楼层呢，我就可以这样子做切换，啊，比如这个楼层就是这样子布，这个楼层是这样子布，那另外一个楼层或是不是楼层，可能是别的栋大楼是这么布的，哦，那我们可以用即时这样子拉过来去布设，那我们就可以一次看到各个不同学校或是不同大楼、不同楼层的一个无线网络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刚刚看过这个嘛，哈，然后再来是这个电源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我们的那个电源，这里有一个电源控管。好，那电源控管呢，它可以。这个设备它可以分三个孔，那这三个孔也分别是接到哪边，比如说我这个孔是布置在这里，我这个孔电灯的孔是布置在这里，好，所以一样它是用地图式的方式来布置。那这个是 接电风扇嘛，那我现在也实际接了电风扇，所以我现在从远端这边，我现在就把电风扇打开，好，我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嘛，好，那我现在把它打开，好，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远端把电源打开。那电源打开的同时呢，它就开始在侦测它的电源流量，好像是比如说它用了几瓦，花了多少钱，我们都可以去做远端的一个监测。那如果说我现在再把电源电风扇关掉，我一样我在这里再按一下，整套花多少钱？那个电风扇本来是要开的才可以，但是。是它是通电的，对，通电有没有给电这样子？嗯，哎，它如果没有按是没有。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现在在把电风扇啊关闭了，哎，所以这个是电源控管的一个方式，等于说你可以配合我刚刚的 AP。我刚刚的 AP， 我这个 switch 是接到这一口，那我可以远端就把 switch 关掉，所有电都全部关掉了。那这个电呢，它可以去做排程，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关闭，都可以去做排程。那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一个监控，像这边有一个我刚刚已经接上一个温度的监控，那这个温度现在是28.49度，那它的一个趋势图，你是去了，那曲线图它的图形去那边的热气，好，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设定，温度达到几度的时候，这个温度持续了多久，我要做什么动作，那这个动作可以去控制我们刚刚电源的电风扇，比如说温度达到几度就把电风扇打开，达到几度就关掉，它可以做这样子搭配。这个上面一个金金的金，这个它，对吧？这个，不然好，不然还有密码是这样，然后加上啊，公章号，几号？公章号密码，还有他们找的。机法啊，或者是有一些节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放几步就是开始去换。好，这个是MBI 控制的部分。那另外刚刚还有一个摄影机，做些让。好，这是摄影机的部分。那摄影机它一样可以去做这样的布置，我们每个摄影机可以去这样布置，然后它是从它的方向，它的摄影的范围多大。这里马上去看到，没有，这里范围是我们先看它多大，我们再去拉，然后我们一看就知道，不管是谁来看就知道它摄影范围，哎，是做一个配置。那它的录影，好，刚刚这里10分钟就录一笔，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抛出来，变成MP4的一个
格式，它是标准的 H264 的一个格式。HSK。哎。这里。所以它是100万画素还算蛮准确的。所以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所有的这些设备呢，它其实界面都很相似，都是用地图式的一个控管。啊，所以对于管理上就很方便，就是可以做一个集中的管理。好，就是、那以上大概是这样子的介绍，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这样，还有这样有爬虫，我建议是13次，下换设备组。是几个月月前？一般是这样子吗？一般是这个 AP， 然后再下它一定是接到后端的 firewall。或者是 router， 那由 firewall 和 router 来做监看。本身 A P 这一端没办法看到，一定要靠你后端的后端。后端可能他们在不是还有哦，所以他没办法去抓这些人吧？你马上要去追赶，因为有那个从现在到现在最大的缺是 A P 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哪些人上来，哪些人要有我就知道啊，因为他都透过这台 A P 出去的哦。开通只是转播而已，都方向记录，方向都会知道谁是谁。我们需要这样做，因为方向有那个硬碟可以记录。对，方向只能看到你这个出去的未来。都可以，它所有的浏览器都有。因为我的 APP 只是广播而已，它不开通东西，只是单纯做连线动作而已。对。不是，只做连线动作。我不打扰，我是装传送。对啊，可以啊，没有，我们的 AP 都存 AP， 我们对，我们存 AP 哎，是存 AP 啊。AP 不是叫多一条，存 AP 哎。AP 是双发，不发 DHC， DHCP 关掉。它是连线而已。对啊。最后出去还是从防火墙去配合，防火墙它记录它有硬碟的。对，我们接下来是这样排，这样子的。嘉盛，密码可惜啊，我都连不上去，密码都连不上去。如果是你要用空翻的时候，不行啊，进不去啊，出不去啊。对了，你来看一下，没办法，那个 notebook 不行，手机可以。对，你这个，你做一个上去的时候，你没有登出就不行了啊。一个上，你手机已经登了呀？没有啊，手机用3G 的。我登了也是没有啊，我自己自主算了。不行不行啊，这样真是不行啊！都来这里还要手机上网，自己用3G 上网。你例如第二五四啊，那连不去啊，上可以，但是找不到。你连不去了。我要先打完纸啊，登录也 OK 啊，但是就出不去了。哇，信，就是我用自己的。好，OK， 我问他。各位老师，对那个林经理介绍了哪个什么东西？怎么认证？我也不知道。公章。只有提供。对。不是啊，这个怎么进来？我不知道。他打 IP， 他的比较慢，不会自己弹出来。今天几天了哈？假设从我想一下，我再看一下哈。我们学校的像因为建筑物这样子的哈，那概率。不是，你刚说这样打开这个画面，有什么台地？手动，所以一定要到85次才可以。加满，如果没有数的话，现在我们站在这里，
一定可以达到那种大的。我们怎么弄？那弄大的室内的，你问肯定没问题。你没有宿舍的话，对，看没跟你讲，因为我在头部试过，直到我发现他讲，大概也是这个距离，但头那边那里刚好是同样事情，所以就上去。你这住的不比台湾的要好？对，因为一个他虽然是这个角度一样的 UK， 但是没一些他网，那他180。一千毫瓦，因为我看那个家不用的那个，一般你说的特别低啊。一千毫瓦是不是最强的功率的？最强的。就等于说现在最高的，这个不能再超过，所以我们最高的一次达到那个数据。你我跟你说啊，我那时候买一千毫瓦，买一买我都不用。很强的，我很怕。现在可以减低啊，那软体可以减低，有的可以降低，那软体。天啊，不对不起的，这蜥蜴啊！因为其实，在部件这个变成，因为我现在校园没有部件12个 D link 的那个，我总共布了12个。你布了12个，我们现在都不通。对啊，都不通，还不通哎。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做统一管理，所以主要是要自己组织来养护一下呗。就麻烦。跟主任报告一下，他这边电源好，他自动管，只要附近的涵盖率够高，他自动降他的一个 power， 然后他的 channel 也会自动换，不像我们费力，你要去考虑他的频道会不会干扰，每一颗要设多少，都要自己去评估去设，对他自己调。所以我们不用手动去调。那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人家讲的嘛，就是说啊，人到哪国征集，你一定要这两个可以嘛，想得到。所以现在保护器段实在是太多了，我没办法去，只能针对说最高我们不要超过多少，在安全值以下。那如果像我们现在一般玩手机，我们就有一个叫那个 WiFi 分析，然后你可以去看，其实附近很多。可以，你们上电视。啊，你当时不建议。我也很。也校园网络嘞。哦，你有这个，那就装。都会当时不想。其实他还没有完全不建议，他只是先买4颗，先试试看。所以3颗不在学校，1颗不在那个办公室。那有问题，如果是影音的话，它人数要多少？如果影音的话，影音如果像学校用平板、iPad 啊，让配撑几台？目前在民间国都是到48，但是他上课是不是都用影音？我不确定。但是在那个澎湖，他30台同时确定是用影音，因为老师他把他影音附在那个 YouTube 上，30台是同时上没问题。那下礼拜我们请他测70台，因为他顺便70台，我请他全部拿出来试试看。因为网络上都说嘛，然后一间教室要2台 AP 才能撑得住那个这个行动载具。我看网页上他们这样提示，平均一间教室要2台 AP。所以现在也是要实际的环境去测比较。要实际的环境啊，两台是比较大。我那次去山顶过去，我好像4台，有动车上面的。啊，但是那个是非 AP 啊，对啊，一般的 AP 啊，对，一般 AP 价嘛，所以都可以。那但是几万到一定可以，或者几万到9台可以接单。9台。报告校长，那个有听到那个我去问，然后听说是后端派 IP 的那个没有派那么多出来。不是呢，那时候我这件事情解决。哦，啊，后来是。对。那个我们 DHCP 那个是之前的，我有跟邓颖聊过，是，因为我本来是我学校 DHCP 设的，暑假那个我们排一下，设了20台，是，我想那后来那个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Google 前面你刚讲的那个年份，Google 那个表单编辑，但是那个是欧巴世界上的，因为我只测了一次，可能这样，有你太用今天的云端一点，要开张密码，一定要解给他。因为他要开，因为他手机，所以说他要免费空间，我拍免费空间，因为只要不过，那你拍过，我怕到时候会被封，因为这是他的隐私，因为那一天不能用，他用不了就最大。啊，
你可以全都可以改配当的，所以现在车真的很顺，就是现在方向最好，你的方向真的最棒，因为这改变了你的需求，你到底好了，好变变，那这个三个是改变。我要强调的是，你要传达文章是吧？可以文章感情，就是这样搭配的时候，全关于现在的。对啊，所以那就放一个，那到99。因为香港一直说其实故意排，对对对，我在配你，我在打，那就打英文。不要去考虑说跟你真的影响，是简单两三分钟。我研究那么久，这方面没有。那天是在我的会议室里面，对方在中间。他那天刚好他刚去讲那个 iPad， 他刚刚讲到一个里面的那个网站，他就是在那个时间点过来，然后就大家要上去，然后我发现一般上网，那他那边他作为有一个示范点，行动教室，那你要在什么地方？我是觉得说，你如果是行动学习的话，最好在教室里面，你不要想说要不在外面，不在外面是另外的那种行动学习，做真的有 iPad 去。但是教室内你要教学用，建议还是对。你像我现在学校，我有做行动学习车嘛，我还没有完全做，我就是计划把那个 APP 放在上面连在。